新年在马来西亚上了吗？上了，加油！所以我就是喜欢看的，因为这个片子是我从最早就开始接触到，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我的好朋友在工作团队里面。好，我们不排除会有那些年我们一起支持王力宏的日子。可以了吗？谢谢。不担心，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。如果你们要问的话，可以跟工作人员要求一下。另外呢，我们也问一下，我们在这边哦，有我们公开给大家发问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不一样的记者会，来，我们看有没有歌迷朋友要问问题。好，来。首先，守在台北有一个跟 Security 的演出，请问他马占有吗？也有。也有，其实每一站都会跟小朋友互动。OK， 对，我相信你比较喜欢力宏牵你的手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小孩子，然后也很喜欢一些我曾经做过的公益歌，或者是慈善的一些歌曲，像手牵手，像爱，因为在心中，爱因为在心中不是我做的，是我的歌迷们做的，其实都是很有爱心的歌曲，所以这个环节我一定会。